好，那包含了这一次呢，习近平啊，他也去在7月1号的时候呢，在香港哦，他去视察了共军的驻港部队啊，这也是创下了15年来哦第一次呢，中共领导人是在七一去视察共军部队。那习近平当时也说到了，他说呢，驻港部队是实现了香港由乱到治的转折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从习近平的这谈话当中，我们可以听出到底一国两制接下来对于香港该怎么治。首先呢，好，刚提到了爱国者治港的部分，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没有一个国家会希望说自己的国家会有乱的部分，好，不论是哪一部分，经济的乱、治安的乱，甚至呢宣传战，好，这种的乱。再来一国两制的部分，习近平也提到了，一国原则越坚固，就刚刚小新说的嘛，一国的分量好像被放大了，两制的优势就越彰显。中央政府对于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制权，这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。再来说到了香港，我自己也有朋友在香港，他也是年轻人，以前年轻的时候呢，他来台湾读书，读完书了回到香港去工作，但这几年你知道吗，他没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香港曾经那么的繁荣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逼得他们很多活动，他没有办法去承接，公司也没办法了，只好呢先把他们都辞退了。他们用一个方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跟你签半年的约，这半年有没有工作？我请你来工作，但半年之后呢，时间到啊，抱歉，我公司下半年没有接到大的活动，我可能就没有请不起你了。这样子，好，再来我们要看青年的部分了。好，一个国家要强壮青壮年，支撑整个国家，特别关心。关爱年轻人，好，青年心，香港心，青年发展，香港发展。林超，我在2015年、2016年的时候，我住过香港一阵子。2015年，对对对，我住了一年，然后那时候我在香港的金融圈工作，所以其实特别有感触，看到现在香港的发展。自从反送中之后，其实整个香港的经济真的很萧条。然后我有很多的朋友，他们其实香港的物价水平、房租其实都没有下降，对。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租了一个大概7-8平的房子，其实一个月差不多就要10万块台币。7-8平的房子，在九龙岛，不是港岛哦，是在九龙岛。在九龙。对，在九龙。然后而且它不是在九龙的第一个站，它在第二个站叫奥运站，在奥运站。然后其实现在回去我问一下我香港那边的朋友，尤其是一些在金融界可能还是比较 entry level 的，比较这种进去刚进去，他们的薪水是没有涨的，可是房价却是更贵了。对，其实这一点来讲，我是说实在的，这真的是一国两制之下，我觉得是最不好的地方。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？其实很简单，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住香港的时候，基本上港府对于大陆人来香港购物的这个部分还是会有所限制。可是其实好像反送中之后，其实这个限制基本上就已经打开了，所以它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，它的房价真的一直居高不下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说外商有没有撤退？其实看的资料好像撤退一点点，可是问题是，其实大部分就会像刚刚医生讲的，全部可能变成合约制了，所以他的薪水就不会有，他的薪水就不会涨了。对，然后大部分也开始，我知道很多的国际金融机构，他们把他们的总部就开始移到新加坡去、东南亚去。其实香港就变得不是他们主要的设金融机构的地点。然后我觉得也是刚刚谈到红旗这台车，然后红旗这台车其实，你在大陆。你是基本上你看不太到，你基本上你看不太到，因为大部分的出租车，我们在讲计程车，大部分出租车其实都是 Volkswagen 啊，或者是奥迪啊。可是红旗这台车其实从这台车应该是第五代还是第六代的车子，但是它问题是它借用了很多，例如说奥迪的技术、林肯、美国林肯的技术，还有 Toyota 的技术，所以你其实你仔细看，它前面很像 Rolls Royce， 后面很像 BMW 的宝马，对，它就是一台。我觉得有点像拼装车啦，但是问题是，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，就是要展现实力，展现我的国力在这里。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，什么哪一个国家出门会有自己专属的车？可能就是美国总统他的野兽，他的 Beast。来说到野兽，来导播，我们有野兽。好，野兽这一台，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川普总统他在上任的时候，导播你先给我那个野兽专车的那一台哈，川普的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时候我特别抓出来，因为这个是。野兽
川普这辆野兽，你看哦，标号它是 number one 哦。啊，它是凯迪拉克一号。啊，当时候就是川普呢，他的这个这时候是他上任的时候，好首次的亮相野兽。好，据说这台车是那种生化武器的空气都不会进到车子里面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因为习近平的安全当然是他们第一要考虑的。那他们之所以这次可以从宝马，然后换成。换成这个所谓的红旗的这个坐车，我相信他们在不管在安全上，或者是在可能展现国力上，其实都做了相对的准备啊。对，然后也要让世界看到。其实因为我自己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，我刚好在香港，其实那时候是禁空的，然后所有的媒体是管制的，对，然后你只看到车子缓缓的开，缓缓的慢慢的，那所有的输出的袋子都是由中央电视台或者是香港的电视台，他们才可以供带给所有的国际媒体。那今天做出这样的动作，我觉得就是展示说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是 OK 的，让国际实力看一下，我们红旗的车子也可以像野兽一样那么的安全。对，我觉得这是实力上的展现哦。嗯哼，对对，没错。那刚才讲到呢，川普的这辆坐车哦，其实这辆坐车让我一件事情蛮惊艳的。当然，基本上这个防弹防火箭炮这是绝对必须要的，这只是标配而已。好，它全车的钣金呢是达到13公分，然后呢，据说川普上下车后座的车门呢。厚度是多少？20公分，光是重量啊，就等同波音757的舱门。然后关上门之后呢，基本上它就是另一个世界了，因为呢，它可以隔绝车外呢，你不论用什么生化武器来攻击它呢，好，全部都是整辆车是密封的，防弹之外还防穿山甲弹啊。然后据说这个司机的车窗，整辆车只有司机的车窗可以开，而且它也不是说可以往下开哈，拿外送哦，不行，它只能开7公分，可能就让你有说到地震界，对不对？杨明，你要补充吗？没有。啊，没有，我看你对这辆车好像很熟的样子。没有，我在听你讲啊。好，真的。那其实我觉得我特别抓出这个哦，因为元首的防弹坐车其实它的资料没有这么多，有时候我会觉得刻意放消息出来，让你知道我们保护的有多安全，你看我们的车做的有多好，好这一类的消息。那我能补充的是，我们台湾现在的总统的防弹，你说身影少女的车，对，它的防弹坐车是奥迪的啦。哦，对，那它是其实是跟过去扁政府马政府时期是不一样，扁政府马政府时期也是 BMW， 对，也是宝马，然后呢李登辉时期是凯迪拉克，所以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总统有他喜欢的啦。那你要知道，当时我这个那个奥迪这台车哦，其实是我记得我还在苹果日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跑军事线的同事就已经先跑到，然后我们去查这个标案。那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也，我觉得那时候总统府是在置入奥迪啊，对。他喜欢这个品牌，对，他就是因为小英喜欢，小英喜欢飙车，他自己讲的，所以就自入了。不是，他喜欢奥迪，他不喜欢奥迪，他不喜欢这种宾士或是 BMW 这种比较看起来比较笨重的车。嗯，那加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奥迪他自己也有生产这个防弹的这个车款，所以呢，那时候国安局就就其所好，然后所以呢，那时候是花2500万买了这个奥迪的这个防弹的 A8L 系列，嘿。哦，原来是有这么样一段过往。对，其实像是川金会的时候哦，金正恩当时也是开了这个宾士旗下的这个梅巴赫啊，其实梅巴赫呢，他自己就是防弹坐车了，很多的政样就是你不用改，他本身就是一个防弹坐车了。但是呢，当时金正恩呢，除了开了这一辆车，好去参加这个非常隆重的这个川金会之外呢，其实大家本身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点哎，你知道吗？他旁边啊，这个十二位保镖哦，他人肉好不好？不止防弹，我保镖，我人肉跟着那台坐车跑。首先当然他展现的是什么？我今天就是跟你们其他国家元首不一样。好，再来还有一点哦，这个要请老师来分析了。啊，北韩不是一直被制裁吗？那在制裁的情况下，他开的都是进口轿车，他也不怕你来查，对啊，我是觉得说，像这些的，比刚刚讲，就刚刚讲到川普那个野兽了，我其实是看的是蛮难受了，就是说，今天一个所谓的领导全世界的一个国家，秀这个东西，他的防弹车做得多好，那为什么呢？他怕人家攻击他嘛。如果你今天是个很好的领导，全世界都服膺你，大家都尊崇你，大家都感谢你，那你何必要担心安全呢？为什么要担心恐怖分子呢？那秀出他多棒，
这种事情，我就觉得是很糟糕的事情。那倒过来，就是像北韩这样子，他们也不得不在国家这种情况下要用个外来车，然后用人像一个人肉屏风一样来保护。为什么？美国的 CIA 天天想搞金正恩啊，天天想刺杀他。所以像这种啊，如果讲说这个元首的防弹车、元首的这个防范，多么的固若金汤啊，那个车子多么的棒，多么的精彩。是啊，当然一方面反映的国力能够自己造，而且那个就是个尖端科技，而且就是表示说这个刀枪不入，那就表示说你奈我何？我今天川普要为所欲为，我美国要怎么样修理别人？你们都拿我没办法。那他当然会，那我怎么样会有恐怖分子呢？所以我是说，这个从这个东西就可以反映了国际局势，整个人类的社会，所以它这个非常野蛮的阶段，然后才会产生这个互相秀，这个是事实上是不幸的一个开始。那当然，在这个丛林世界里面，你不得已啊，所以你中国当时这时候，你总得要有自己的展现自己的实力。嗯，你金正恩再怎么样，你总是要出来活动，你没有一定程度借助一个好的东西，那你没办法活。嗯，所以燕哥讲，我是蛮难受的，不是很喜欢这些野兽。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